不但对于自己的宗教，别人的宗教也要尊重。啊，这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非常好。他一生不信宗教，但是对宗教评价非常高。那他认为世间所有的高级宗教只是讲的不一样，内容完全相同，方向相同，目标相同。那印度教说梵天，基督教说上帝说神，伊斯兰教说真主，佛教说佛陀，都是同样境界。修成之后来生啊，他在极乐世界，他在天堂啊，他在梵天，结果怎么样的，大家都在一起。原来是名称不一样，实际完全相同。这个说得好啊。啊，宗教要团结，要跟着现在科学走啊。啊，为什么过去神在各个地区发展宗教不一样？那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一般人老死不相往来，没有媒体。啊，那现在跟着科学进步，所有不同的宗教知道原来是一家。啊，用过去不同的这个名称行，不用也可以。啊，事实真相搞清楚，搞明白了吗？一体比一家还要亲密啊，一体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升到极乐世界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啊，就跟佛差不多啊。记住，这是佛力加持，不是自己修成，便宜可占大了。那往生极乐世界就能行化身菩萨的事业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什么人有福报了？相信的人有福报。所以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是善根，真肯干是福德啊，幸运持名，这人有福啊。啊，因缘缘我们遇到了啊，不容易遇到，我们遇到了三个条件具足啊，决定得胜。啊，下面于一念前，超过一诺由他百千佛刹，这是显神通啊，也名神足智通、神境智通、神如意通、神通，这都是别名，一桩事情啊。诺由他，我们中国称意，指万万啊，万万为一，印度人称那由他啊。那么我国古时候这个一有三种说法，有十万称一的，有百万，有千万啊。故古时定俗书也不同啊，看这个经在哪里翻的，在哪一个时代翻的啊，他们习惯用的不一样。神足也云如意足啊，足是圆满的意思，
满足了，啊，完全称心如意，啊，会所里头说，慈有三，有三种，第一个是运身通，为成空性，犹如飞鸟。实际上飞鸟不能比，飞鸟有身相，有物质的身体，它没有物质的身体，啊，所以它没有障碍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认清楚，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现象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物质现象啊，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我们这样分的。这三种现象在我们六道十法界里头全是有为法，就是有生有灭。为什么阿赖耶变的？阿赖耶是生灭法啊，到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个个都转摄成智，就是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，都转变了啊！什么时候转的？我们能理解，在莲花里头转的，往生的人，莲花化身啊！我们这个地方发心求生净土，七宝池里面就有一朵莲花啊，不会错的。莲花上还标了姓名。啊，我们时候到了，佛带着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。啊，人是活着走的，不是死着走的。啊，我们看到佛手上拿着莲花，佛来接引我，我们慢慢爬到莲花里面去，莲花合起来了。啊，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中，花开见佛无生。花怎么开了？转八识成四智啊，转八识成四智的时间长短每个人不一样，有人很快，有人很慢啊，这就是我们念佛功夫不一样，勇猛精进就很快啊，花开见佛啊，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概念，也没有空间的概念，没有时间没有先后，没有空间没有距离啊，佛在哪里，佛就在眼前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世界障碍很多啊，那边全没有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